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Small and Fantasy 讲小 M 的实况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一款恐怖的 RPG 游戏，名字叫做 Ephraima， 应该是这样念吧，就是开头看到这些字。那它是一个日本制作的 RPG 恐怖游戏，那它是吉米推荐给我们的，那实际上看起来也蛮恐怖的，所以我们就来玩一下这样子。日文当然是看不太懂啊，但是就是我去看了介绍，主要就是他是说，它里面没有任何的剧情成分，然后呢，如果你被吓到，是作者的荣幸，而且你要使用耳机，请戴上你的耳机。但是因为我没有我的耳机效果就是音质不太好，所以我就不戴。但是为了你们的权益，所以请你们戴上耳机来观看这部影片吧。我还蛮怕被吓到的，因为他说他这听说这个还蛮恐怖的。把声音调小声一点。哦，这是脸吗？哦，刚刚怎么样？这干嘛？这可以干嘛？这可以存档吗？这可以存档吗？哎，不能存档。干嘛？你干嘛要跟着我？你走开。你走开啦，你不要在后面跟着我啦。好吵。好死了，走开。干嘛？好恶心啊！你没事吧？玩到什么？不是啊，按错了。干嘛？我现在没办法叫太大声，因为我听到外面从那个隔壁阳台上有人，他一定会觉得怎样？你有事吗？你干嘛一直追着我？你走开！我看你走开啦，走开！走开啦！吵死了，吵死了，走开！他好像无脸男哦。你不是要找千寻吗？一直怎么黑黑的？哇，这是怎样？明明知道他会冲出来，还是被吓到。你笑屁笑啊！哦，你哭不哭啊？笑啦，有什么好笑的？怎样啦？这个又是怎么了啦？这个又怎样？好烦哦！你们不要一直撞来撞去，撞我很有趣吗？你们干嘛看着那个？这又不是电视。哎呦！是泰迪熊，是打火机的声音吗？头断掉了。你有事吗？我可以睡觉了吗？有床哎，不能睡吗？这一看就知道是有东西跑出来。这果然是一只血手，有两只血手，外加四只手。这是要干嘛？镜子上有个小萝莉。
其实这游戏玩久了就开始有一点免疫力了，因为它就是一直会出现吓人的东西，所以到后期之后就会觉得说，好像真的就是他吓人的招数就是冲出来，不然就是突然东西响啊，东什么东西之类的，给我来一点惊吓感吧，拜托！哎呦，好，真的有惊吓感，走开啦！被跟为什么这游戏的鬼都喜欢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呢、啊？这什么钢琴哎、欸？啊，这什么眼睛？这是柜子吗？哎呦！哦，干什么？啊！你们要找我跳舞啊？你们人真好。我可以出去了吗？啊？为什么我们还会走？那是什么？脑幽灵，石化巫妇，其实我看不太懂日文呢。什么什么什么屋子里面徘徊的什么什么东西啊？幽灵吗？看不懂日文，请会日文的朋友帮我翻译一下。怎样？什么声音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现在是怎样？现在是哪一招？没有画面啊！你至少让我看个画面吧。你这一出现声音，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！就是他在弹钢琴而已啊。所以结束了吗？对，所以结束了耶。好快哦！我看网络上他这部作者写说，游玩时间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，但是我花不到10分钟就把它玩完。而且最后面结局到底是怎样，我也不晓得。他为什么要坐在钢琴前面弹钢琴？还是因为他本身也是个鬼，所以他已经离不开这屋子里面？记录，存记录，为什么要存记录啊？我的名字。就来个星号吧，决定就这样。年龄要年龄啊，一定要年龄吗？我不能是心智年龄都6岁吗？心智年龄6岁，女性。玩完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是记录。玩完了，所以嘞。结束了吗？吉米这混蛋给我站出来！吉米说：“我看人家玩好可怕哦。”然后结果我今天玩，我也顶多是吓到一下下而已，没有吓到很大。我还觉得魔女之家比这恐怖多了。好，那感谢大家的收看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。我莫名其妙一个 RPG。好，那我就介绍到这边了。大家拜拜。